我是欧妹，刚才去撇了一堆菜苔，这温度一升起来，这菜苔就长得特别快，非常鲜嫩。今年白菜种的多，菜苔也多得吃不完。还准备了点肉、干辣椒、姜蒜、糟辣椒。今天就来做个美味的菜苔炒肉吃。放点盐和酱油，可以了，撒上葱段，准备开吃。李大国家常下饭菜就做好了，菜苔清香脆嫩，配上糟辣椒和肉这样炒，真的非常好吃。